哎，我在船上，感觉他在小房啊，我感觉我在在海海边，边，应该在海边。在海边哦，吗？没有，在船下，船下，杰克，这大边门。出生三个人，估计我在嗯，双十一这。我娃娃放双十一。我走，我走，这边肯定小加上小木一个，所他以往这哪边个要方向下走的？来。我想往海边走的。往海边走，那我反绕一圈去那个大房，王爷大粮船。食口。大船我在修了。不是任我华，不上大船啊，大船下面嘛。砍我的！哎，我卡魔了，我躲个乌刃本来能进板子里面，结果铁魔的。又要盯你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真不用。好，现在顶一下。哦，这个鸟，舒服啊。啊，我都没有看到那个绿色的圈出来。再有一天的话，队友得问为什么不给你了。是学的板杰克的刀太好给了，这个手抬得多对，杰慢，克抬手真的太慢了。小白一样。来了，我还要带到六，我还要在海边录。他是闪现吧？估计。有可能，阿图应该会带。现在不差眼了。三叶恐龙，三叶恐龙。Nice。我看我能不能躲两步。又砍光了一下。我闪亮。人皇机修了70多，70%。修，他应该往你那挂，他要干扰你了。我大船修了一半。他不敢打你气球，找你回盘。他打你我就下。他要过来，他你就摇下来了。这偷一手，你是不是可以上大船？你去，哎、啊，我偷一手，你能上大船、啊？我偷一手，你能上大船？你直接走，你直接走，他打了，打了。我先大船，我先大船。漂亮！哇，这一波勾引这杰克炸了。他们进去追我，然后我去海边修一台，你上大船 ，OK， 稳了。他还在追你吗？没有没有没追了没追了。他去找你了，先知不先知，算了，他可能要找我了。他没找你，你把自己机子补掉，去找戒师。他不是追剑士，哎，我逼个那大叔，没有，我这边心跳，然后没了，他挂不到，他应该挂，应该是挂不到，哎，他挂地下室，肯定是能挂到，卖了，没，接士有20秒，接士有20秒，我也还有20秒哎，对，我就都在，我去，我的电机亮了，我电机亮了。那娃娃的也能亮，还差一台，最后一台我这台一半，我这台一半，我这台一半，在哪里啊？去拖，在海边，在海边，你不用过来，你们两个去扛死。好，不好救。两个人一起去，两个人一起去，一起去，全部都直接去。不好救，哎呦，乌刃空了，能救，能救，我能救。直接弹下去救 ，OK， 持刀救，然后两个人扛刀，两个人扛刀。娃娃先亮。啊，打落地走。借势去。好了。我打到，我打我了，出去啊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双刀，没事，能量，走，哎，这可以，这杰克心太大了。裂开，挂我，啊，去小门吧。那去大门了，然后换承重，去指令半改还是指令半改，还是留六半改？先知天门那个就是其他人都卡中间停着，娃娃还能动，我还有一个护腕，娃娃拉回来卡尔明，哇，他要拿那什么过来，你娃能去，我娃娃自己去捞，我娃娃自己去捞，你们你他追我来了，你娃娃去偷自己，他，好，我操，这乌刃打这么远，大门打到小门来了，我可能，啊那个乌刃，他要杀我，他要杀我，啊乌刃只要没碰到障碍物，他就一直平。我能拉下来，我能拉过来小门了，来小门，直接去门了，去门了，开不了，还差一点，走，全部散开，我娃开大门。哎呦，完蛋，完了，完蛋，那我走不了，是在误认。嗨呀，人丢在他治愈了，还是我回去摸，我要回去摸吗？哎，是个乌刃。你可以走一下，你可以再走。我这边大门开了。传送还没用。
嗯，传送没有，我不摸了，不敢摸了。他传送还没用，待会又 TP 大门。先知能走吗？他要杀我。他要卡死我。你们，你倒哪里？因为我手上还有手搏命。小门马上开，小门差大概，就差一点，大概就两秒钟。地窖在哪里？大门，你只要能死大门，我又把分能扛刀，然后他有搏命，就能出去。王爷去铁小妹，王爷你哎，没摸好。好的，王爷现在去铁小妹，然后让那个谁打出来。他这里搏命开门完全能开啊。对，不，你现在的话是让大帅直接救去，你去铁门，就这个意思。要不然护外衣放外衣这样，跟一点。他往我这个方向来的，要那个佣兵帮我吸引一下注意力，然后我去把人捞下。哎，我被他看见了。没他看见你走，佣兵过来偷，佣兵过来。对，我走。那就我去。啊，回来了。你也过来，我来了。你过来，过来。佣兵先捞一波。有护腕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都无刀吧。吃他刀。要过半你就走，你别。没事，无人交了。无人交了，你别救。我来。别救。佣兵开门，别想了，再去，还差多少？能开吗？他要杀一次，他要杀你，你自己注意，他要杀你。佣兵拉开，佣兵拉刀，吃他刀。先知开门，我开不动。我看，我吃了，我吃刀了。开了，走。哎呀，没了呀，自闭了。这屠夫好可怜的。哎呀，那还没对。